《林溪美记》第八章，一节到七月，以色列人站起伫家己的城，迄时因亲像一人，拢聚集伫水门前欢快所在，请文士以斯拉将亚花托摩西传予以色列人律法的册带来。记载七月初一日，这时以斯拉将律法的册带到听了会明白的男女会众的面前，在水门前欢快所在，对透早到日头，在众男女一切听了会明白的人的面前，读这个律法的册，众百姓阿耳孔来听。四节文士以斯拉站在为着这个事所备办的茶顶，马太提亚、示玛、阿莱亚、奥利亚、希列加、甘玛西亚站在伊的正边，比代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伯代纳、萨加利亚、甲米苏兰站在伊的倒边。五节伊苏拉站在众百姓的顶面，在众百姓的目睭前掀开这本册，伊一个掀开，众百姓就拢站起来。以斯拉俄罗亚花至大的神，众百姓拢举起手，引讲阿门阿门，就阿头面向地敬拜亚花。七节亚苏阿巴尼是利比亚敏阿国撒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阿萨利亚约撒伯哈兰比莱亚甲利比人，予百姓明白律法，百姓拢徛伫家己的所在，因清楚读神律法的册，简明意思，予百姓明白所读的。九节，省长尼希米甲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甲教示百姓的利比人，对众百姓讲：今仔日是耶和华恁神的圣日，毋通悲哀啼哭。这是因为众百姓听起律法的册的话，拢啼哭。十节，佮对因讲：恁去食肥的米，啉甘甜的，有袂当医病的，就分予伊。因为今仔日是咱的主的圣日，恁毋通忧愁，因为靠耶和华得到的欢喜是恁的力量。十一节，对安尼，利未人安慰众百姓，就静静讲：今仔日是圣日，毋通出声，也毋通忧闷。众百姓拢去食啉，也分米予人大欢喜，因为因明白所教是因的话。十三节，过日众百姓的族长、祭司、甲利未人，拢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遐，要第一听律法的话。因看到律法中有记着亚华托摩西命令以色列人都在七月的祭期大操了，搁都伫大个城甲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讲：恁都上山去，将橄榄树枝、也橄榄树枝、光亮树枝、枣树枝、甲各项乌梅树枝出来，照所记的来大操了。十六节，百姓出去取树枝来，达人伫家己的厝顶、伫埕、伫神殿的埕、伫水门宽快所在、伫以法莲门宽快所在大操了。十七节，对受了教的所在，倒来一转会众就大操了，大地操了。对论的囝约书亚的时，直到即日，以色列人毋捌安尼行。对安尼，众人大大欢喜。对头一日，直到落尾日，以色列逐日读神的律法册，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筵席会。